小天后蔡依林和亚洲舞王罗志祥南下高雄参加情人节活动。30号才刚过完生日的小猪收到蔡依林现场送的粉红色围裙以及可爱图案的麻将当生日礼物，主持人更直接在现场供小猪套上围裙，不仅小天后笑弯了腰，现场粉丝更是尖叫连连。蔡依林和罗志祥在活动现场念出民众大胆告白的爱心小纸条，希望即将到来的情人节大家都可以甜甜蜜蜜的度过。蔡依林